起来饮好梦，酒杯中影要醉的人。拄则吼，阮有讲到郭先生的录音团要甲阮加盟店合作的代志。啊，郭先生意思是讲吼，希望恁车行会用配合一下。配合一下。哦，你意思是讲哦，叫阮吼，甲带游览车人客去买平台海底卡，对无？是啦。这么简单的代志，哪有啥问题啦？是无？对无？当然嘛无问题啊。要唔过游览车，干那用开去平台海底卡的本店，袂用开加盟店。本店甲加盟店唔是拢同款？既然拢同款，游览车当然爱开去本店啊。安尼人客才会感觉伊买到的是老牌老字号，价格的平台海底卡。本店只有一间，也毋过加盟店四家拢有。啊，若咧比较起来，人客应该去加盟店交关，安尼较方便啊。这你毋免烦恼啦，平台海底卡的本店算在真里边，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，不管是一天还是两天，游览车都会经过本店，一点仔都袂麻烦。本店搁较老大间，一工做的生意嘛是干那安尼尔。也毋过加盟店是有十间、二十间，甚至会用做到一百间、两百间的。啊，若要应付人客，所在嘛较开阔啊，眼光嘛较远啊。嗯，我感觉吼，平太太你讲的有道理。听起来是有道理，也毋过伊是讲的一套，做的一套。王太太，你这句话意思是？平大海本店的地卡哦，刚好料实在，卤菜的地卡嘛是 Q 弹弹、香滚滚。也不过加盟店的地卡，拢无照传统的做法，人客轻松吃起来是无什么差别。也不过吃久了哦，就会感觉无同。郭先生，咱若是甲人客带去加盟店，再一个久，因就会无爱坐阮游览车。嘛无爱去参加你的旅行团啊！阮水某吼讲得真好，郭生，平台海底卡本店甲加盟店吼上无同的所在，就差口味。郭生，差什么口味？你知影无？什么口味啊？是人情味甲东山啊味啊！根据平台海先生本来讲法吼，本店的猪脚每一丁拢是精心提炼，每一个猪脚拢是控甲香滚滚、控控香，不管是猪脚腿还是猪脚车啊，每一个所在拢控甲无半滴油呢。阮家某店的猪脚，甲本店的猪脚，拢是同一间灶脚卤出来，同款是香滚滚啊。啊，香滚滚都无求短短啊，因为恁用五鼎的时间，你卤六鼎的猪脚。啊！你若无问看哦，人客够爱食就先吼，算看特级敢会趁钱。啊！你若无亲像哦，平台海先生本人上感恩的心里卤猪脚，搁用双手吼烹猪脚，人客食。所以讲，本店是你卖吼人情味的猪脚，加盟店卖吼是东山啊味的猪脚，啊，同款就无同师傅啊。是讲奇怪嘞，王董嘞，嘿。啊！你对因皮甲猪脚，我也真了解啊。因为伊是皮大海的囝婿，啊，我是伊的查某囝。我甲这个皮先生是兄妹啊。郭先生，阮伫外人面头前吼，拢讲阮是生大兄大嫂，也毋过吼，伊就讲当作初婚人，我嘛无法度啊。安尼我知啊，我了解啊，安尼归去啦。恁家己去瞧啦，要若瞧好势，才甲通知，看我安怎配合，吼。我先来走。郭先生，先走。郭先生，好啦好啦，人郭先生是无爱插你啦，你话骨较大声嘛无路用啦。你今日还叫我卖话呢，搁会晓创啥？三宝，无你是来乱的呀？嗯，大嫂，你冤枉我。哦，郭先生，阮来，阮也毋知是要甲恁讲代志啊。啊，进前毋知影，见着面讲话，你得配合阮啊。啊，阮甲伊配合。那咧出内面迄间店的生理，毋是要互恁抢去加盟店？你哪遮尼戆哈？加盟店的营业利润，爸妈是拢有抽拍数的呢。啊，加盟店的生理若愈好，爸妈的收费就愈多啊。因是免做都有通摕呢。
安尼爸吼，慢慢伫咧灶脚咧做较大粒瓜、细粒瓜啦。妈慢慢伫咧点头点尾，安尼走起走落。啊，恁哪会拢袂晓替老大人少想一下哈？爸甲妈无欠钱，伊即摆上需要的是人客伫咧店的出出滴滴，甲羊肉滴较有偌好食，无亲像正红店安尼。人客嘛是来，啊，不过店员干那会晓讲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人客嘛是同款钱达达的，滴较寒的就走，一点仔人情味拢无啊。你讲的这我拢知啦。爸哦，就是爱人爱个婆婆塌塌，做生意阁爱看伊的起毛子啦。伊会堪要安尼，迄是因为伊钱拢攒平平啊，已经翘摆啊啦，无做袂要紧啊。遐毋过阮无共款嘞，阮阁少年，阮爱生囝饲囝，阮爱为阮后一代设想啊。爸会答应互恁开家门店，迄是表示伊了解恁的心情啊。遐毋过恁嘛爱了解爸的想法，恁袂为着恁的利益，就甲平下底下的精神等一边啊。我甲三宝今日的坚持，甲悠然接开去本店，唔是超工要叫恁做对，是因为阮无法度接受恁的做法。恁若要找阮的麻烦哦，啥物理由拢会用讲啦。为你即马韩都路在恁的手头，悠然车哦，事在恁要开咧倒啦。要唔过林辉，我甲你讲，你这个翁吼，做代志敢那散步的，安尼跳来跳去，真无稳当啦。等有一天吼，恁真正做倒，等去找爸提钱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你就会了解哦，本店赚的钱基本都无够恁开啦。免，大嫂，当初爸给提500万给我时阵，我就跟你讲过，爸的钱我绝对袂提。我王三宝要食要穿要饲某囝，我家己也要赚，我无赚像恁。祖先放一间店给恁，恁唔知影通感恩受福，佮食个会嚣掰。那会好样哦，才来跟我大声啦。大嫂，多谢你开金口，你这句话吼，我会捡起放在口袋啊。时间我好夜时阵吼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我三宝讲会到做会到，你免烦恼吼。因为，行。大兄，因为你即摆甲大兄讲声，伊嘛听袂入去啊。就算讲大兄听会入去，无人你使弄，行。大兄大嫂，七杯啊。你是下狗呀？恁小妹敢袂使要来断咱的路啊？你拢袂晓出一声倒站声唔？很多人在人手头啦，但油罐车要塞地，迄因的自由啦。你去用断着啊，搁甲人大细声，真正是气话搬啊！唔知影死我。我看啊，我是气话搬，伊看着鬼啦。那叫来这道啦。爸爸当然报道了。实在足过分的啊！二姐都已经嫁出去啊，伊做啥物代志都爱家己负责啊，谁那连爸哥咱几后头厝的人拢嘛惨落啊？是啊，吼，写到安尼。敢若袂输，咱是去贪着因杨家的财产，而且把查某囝嫁去因遐咧，吼，实在是物啊吼，足欺负人的物啊，吼，哎，马总，马总，阿登，阿登来啊，哎，哎，我地跑好安尼，哦，我碰着你，你小心，没，好，你有人布置来。报纸呀？嗯。哎，无看的嘞。哎，丽芬，你讲看到报纸？无啊，我无看到啊。无看的。无。来。啥？好，免坐啦，我摕出来啦，我咧逛，唔看到啦。啊，你知影吼？来。哎，无啥好看的啦，来。迄地方做的代志，甲咱后头厝有啥物关系啦？啊，人伫咧讲吼，树头若徛有栽，就毋惊树尾做风台。啊，咱若兄弟情吼，毋免惊人写啥啦。是啊，爸，这件代志我看受人听讲咧炒新闻啊。
是啊爸，我嘛感觉这是有人超工要报复的啊！按咱这做，大家真紧就应该进前，因为内乱的丑闻放袂记的，而且搁应该修理二姐。啊！你安尼讲意思，唔着讲这风声是杨武甲放这个消息的。吼、哦，那安尼就真是物仔真凶呢！伊一点仔拢无咧顾前面呢，啊是春晚无爱伫雷锋这个新妇啊，是无？雷锋家己若无安尼做吼，人也袂去重伤伊啦。至少这新闻哦，有一点嘛写得无唔对啦，讲我这个做老爸吼，教育失败啦，袂晓教囝。雷锋啊吼，家己为了家己的私利，侵占因翁婿迄边厝的人的财产，啊，我亲眼看家己门婿生理，嘿，奇怪呢。以前我就唔是安尼教的，是安怎样会变到安尼啊？爸，你莫安尼想啦，是二姐家己惊骗啊，唔是你的责任。是啦，啊，怀疑迄新闻哦，拢嘛一两天就过去啊，迄大家足紧就会袂记得了了啊啦。你若一般的民众哦，是真紧就去袂记啊，啊，不过若对地方来讲哦，哎，无遐尼简单就安尼刷去啦。这条新闻哦，即马才开始呢。我嘛感觉讲，这杨家的内斗，然后搞上新闻，这内底你有什么真大阴谋啊？我看这好野人的内斗哦，真正不是一般人能了解的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啊，李芳的处境唔着足危险的。哎，大家也免替你烦恼啦，这是伊家己做得来，啊，伊去嫁迄个家庭哦，伊应该有迄个干母爹啦，免替你操烦啦。哎，干哪？啊！你两个请阿爷要出去哦。啊，是啊，我本想讲今日放假，等下看阮爸啦。啊，无既然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就想讲，我连讲都等好啦。啊，没，无紧啦，无紧啦。啊，恁爸才出年尔，你做人好心哦，应该等关心一下，去也顾一下，哈。好啦，爹问，叫侬，啊，恁爸都安尼讲啊，你就先等去看一下啦，吼，你先等。好啦，爸妈，我先等下看一下。好，完全等下。好，爸妈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不用安尼，我看吼，还是都要叫雷锋回来吼，叫伊把代志讲个清楚，咱免让伊安尼阁继续乱舞落去啊啦。哎，不错。哎，这件代志由我来处理就好。我袂用让你为着雷锋这件代志哦，怎啊拍歹你一生的名声？我打电话给这个世界，我爱给你最好一面。Thank you.
这里，你稳坐好啊。稳坐好。梁伯松款。快谁等我一下哈？是不是梁伯松款？刚刚我有扶你离去坐一下。上就太离，我先回了。小太太，就太太，刚刚我起身。无啦，因为我伫报纸看到你新闻，你就了不起的，无靠厝内底，家己一个人出来外口打拼。这也无啥啦。就太太，真歹势，你莫安尼，我咧赶时间啦。好，我甲你讲两句话好不好？我知影你今摆伫足辛苦，压力足大，啊，不过你免惊，只要你好好打拼，一定成功。我支持你。我看你面色无啥好啦，啊，今摆日头真炎，你也是身体咧休困啦。季玉太太，你会当放手啊？我先去该馆开会呢。我应该搁看到你电话。是的啦，我会较济。一个爱看八卦新闻的太太啦，啊，不过看伊表情怪怪，敢若有啥物话要讲，佫唔敢讲，这一定无电视。得用你想想这个啦，我先过去吼。啊对，你找一个时间哦，转去后走出去。这个咱新闻互记者学出来啊，我是烦恼爸妈无欢喜。你代替我叫伊回这事的。我知啦，你放心，我爸很照明你的，袂怪你啊。我先过去吼。你甲大兄大嫂的代志哦，我甲丽芬有听林辉讲的。啊，这灶卡即摆你家一人顾了，你会伤忝吗？袂啦，安尼我伫咧落地卡也毋是讲一工两工的代志，安那。是讲你遐尼久无入去灶卡呢？嗯。大兄，你爱好爸家己去灶卡，你无少甲动一下哦。我才想讲哦，你阿妈无哪会转来？原来是林辉去甲恁斗啊。林辉无甲阮斗，阮是转来看。看你甲大兄是安怎熬夜不好的。爸，你家己解释一下啦。讲这本店哦是你家己要换的，灶卡嘛是你家己要入去的。啊，若无哦，有人唔知影头，唔知影尾，拢怪我甲建明。安尼，阮咪足冤枉的。对啦，建龙啊，迄是我家己爱做的啦，吼，啊，甲因无关系啦。有听着啊吼，
爸讲一句话哦，较赢阮咧解释甲嘴甲全破啦。阮阿母啊，若逐天爱甲恁遮搞不清楚状况的人解释这解释那，啊，其他代志拢免做啊嘛。就算是爸家己要做的，恁嘛爱体贴，请人家己倒下手啊。即摆下手啦，家老加盟店，底卡都袂赴啊，哪有人家会开卡来倒下手啦？免甲伊解释遐多啦，规定因阿母甲三宝林辉拢共款啦，敢若嘴去嘴咧友好。有嘴讲别人哦，无嘴讲家己啦。你若真正感觉讲吼爸辛苦，啊无你头路死死的嘛，倒来甲爸斗欢啊。啊你若做袂到吼，就莫点仔乌白骗笑别人啦。啊若真正要讲友好吼，像我甲建明安尼，拍拼咧拼业绩，互加盟店为台湾头开到台湾尾，替平台个底卡趁钱，互爸有面子，出去行路有风，安尼毋才有做友好。大嫂。你根本一点也都无了解爸的心意嘞，爸伊无伫稀罕遐的，伊若是讲哦，会用甲本店落个猪脚，互人客食到欢喜哦，伊就心满意足啊。所以阮才甲本店放互爸去做啊。你若看袂过去哦，不要紧啦，走脚吼，让你去搞。你放心啦，从今以后我袂阁甲你抢伊个位啊。安怎？大兄，你看啊，你兄弟啊，莫顾未着这件代志，啊，你伫冤枉哦，恁两个拢无唔对。是我家己老歹命，性做啦，想要继续伫咧顾本店，要好一款老顾客哦，会当食到咱这个传统古早味的猪脚啦。我跟你讲，人客若食到欢喜，我搁较辛苦，我搁较辛苦都不要紧。爸，啊若是安尼哦，你着加费一寡精神，家己解释清楚啦。我甲建明有约客户，我们来讲生理啊，我先走啊，建明，行。我看还是你家己去好啊啦。是安怎样？哎呀，大家客户讲生理哦，拢安尼拌心机、眉眉角角，我实在听啊真袂惯势啦。你家己去好啊啦。你讲这什么话啊？你若这么不甘愿吼，你归去哦，带恁爸去走到落地较好啊啦。好啊啦，建明啊，讲要开加盟店是你讲的呢。我知影做生意啊，爱骂甲撇步，这拢爱学。要唔过你是头家人呢，甲人企业生意，唔通安尼，大概都要靠恁母安尼出来甲人瞧。好啦好啦，我甲去啦。等下讲生意哦，你若真正袂习惯，你来坐边仔坐，我讲唔好。爸，你坐。爸，你别大声去。你是不是惊讲这加盟店的事业，叫大嫂因老头出手去啊？对啦，我都惊吼，恁大兄咧无买管啊，放个后悔棍咧，到时悔棍因老爸安尼收空收房，手都收袂出入来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啦。爸，我想应该免想遐尼济啦，伊个走业务的经验哦，啊像大兄这种调皮的个性啊，人客顶多会较信任啊。啊做生意哦，上重要就是信任，啊上好啊，安尼合作唔再孤孤单单。对啦，对啦，这我知影啦。我伫遐想，恁大爷上好有家己的想法、家己的做法，唔通安尼胡因某安尼拼，连咧行就对啊啦。哎呦，熊呀，哇，还顾无惯？来来来，坐啦，坐坐坐。大哥，这一盘猪脚。哦哦哦，我猪脚大落去，香菇球。来来来，好来啦。好好好，哇哇哇！哎呦，哎，阿熊啊。欸，我会记得你附近遐唔是有一间加盟店滴？啊，你哪会来我遮食嘞？哈？迄加盟店的猪脚哦，阮食袂下啦。哦。买一过回去哦，阮某甲阮囝哦，就讲哦，也是本地的猪脚哦，较好食啦。哦。我唔只专工走来遮食。好好好。会等下哦，我搁买两只回去给伊食。哦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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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啊，猪脚来啊！阿香姐啊，食看卖，这爸家己卤的哦。来来来，对对对对对。小菜哦，请恁食。来来来来，食看卖。真正是老师傅，中出江湖的。好点，赞赞赞，有进步了。爸，你已经好到位了。人客啊，就要讲赞哦，安尼我做甲死都不要紧啦。爸，我来啦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你先坐，你先坐。
老师对，这是公司最新产品的销售排行榜，你先看见。好。哎，刚到，这里都有你阿弟啊？哎，是啊，我等来看一个月吼，产品的下去偌少。哎，恁公司的产品哦，卖了袂歹呢。哎，行情是愈来愈好哦。你好，我看卖，确实袂歹。这个表示咱合作已经上赢了。其实这届啊，我有得摕到这新药品的专利权。你搞倒杂工真侪，你的功劳嘛真大。刚刚，你真正是我性命中的贵人呢。莫安尼讲啦，干那哥安尼倒杂工还是无够的啦。最近你的产品吼，会当卖到真个抢钱呢，其实上重要就是吼，你每工拢进步转啦。啊，遐媒体吼，拢免费替你的产品咧做宣传啊。杨总呀，这招吼。真正是高招，原来你也看得出来，我是挑个那差新闻来做宣传。其实，我是在替这新产品在铺路，想要趁这新闻还袂退休之前，和这新产品赶紧上市。刚刚，你认为安怎做安怎？真好啊，我当然嘛赞成啊。啊，不过这新产品。那是要大量生产，需要真侪资金，你都知影啦。即马，阮个无油价支援啦。啊，刚刚，以后就要靠你家多多支持啊。哈哈哈，无问题啦。需要偌侪资金呢，我也甲你投资。好，等下合作，咱做伙来做生意。刚刚你这样说哩，我相信咱合作一定会真愉快。也唔过呢。之前咱合作的公司的股权呢，已经登记你妈妈的名，而且起码你跟恁杨家已经贴破面啦。我嘛无想要来牵涉到你的家庭风波，不安尼好。咱这次合作吼，莫对外来公开，咱私底下来交流。刚刚这无问题啦，你有你的顾虑甲立场，我当体谅。安尼，既然安尼，咱就讲定啊。刚刚，我是真感谢你，替我落皮时阵甲我斗相共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袂让你失望，我绝对替你赚大钱。杨总诶，你是真客气啦。啊，我就是一个生意人啊，各个拢生意面家。杨姑吼，你确实是一个人才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多谢你的学路，刚刚我阁有代志，我先过去啊。好，先行。老师娘，你之前不是有讲过，你看迄个杨俊涵，伊根本无可能当去杨家。啊！你怎么搁等这么侪钱落去？伊若是做无好势，你毋是得了？我这人一向拢是哦，会当摕到几分的好处呢，我才会投资我这钱。我绝对是无可能将我的钱白白安尼等来水底。即马大家拢是看衰这个杨俊贤哦，我着偏偏要来躲这个杨家的股价。哎，伊要转去杨家的机会是真大呢。万一真正可以返去杨家，阁会当顺利来继承杨家的事业，安尼，毋是变作讲伊欠我一个真大的恩情咯。啊，明日我特别叫伊双倍来害我。啊，若是讲伊无法度返去杨家咧，伊若无法度返去杨家，安尼伊就无杨家来做靠山。凭伊这三脚鸟的本事啊，欠我的钱，伊根本就无法度来害我。到时阵呢，我着真大诶理由，会证据将这个生技公司落甲吃落来。哦，原来你是来拍这款算盘。无错，这落即个鱼钓大台。千里啊，对面才开始吼，
麻烦你随时将因公司产品的消息甲接，提供我来做参考。那杨俊仁这部棋呢，我一定会好好来行。好，老蔡。好，我快点来公司啊。嗯。啊。哎，对了。嗯。你敢知影过两天是啥物日子？过两天。嗯。哎，那咱头一天见面的日子。唔对咧，咱头一天见面的日子是五月初三，已经过去啊。啊，那咱开始交往的日子是七月，嘛已经过去啊。你真正袂记是啥物日子？姐你啊，我开始想袂起来。哎，拜托诶，你甲提醒一下好。既然袂记得，煞煞去啊！袂啦，到底是啥物日子？你甲我讲一下啦。无啦，我凊彩讲讲尔。你毋是要等公司？紧等起啊！好啦。这里。想袂到我甲伊有关系的日子，伊拢陪甲伊清理错，甲家己查某囝的生日完全拢放袂起啊！无怪细细的感觉，我爸才因爸爸。伫我离开之前，我有责任互因爸仔好好。无得卡，即个双环生日，就是一个上好的机会。走家都遐尼久啊，卖过入来吃北油烟啦哈！是啦，你即马身体安尼？哎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爸伫只落地卡已经四五十栋啊，已经惯习惯习啊嘛吼。那有成就恁少年人，也阁足侪事业爱做哩啊！成就顶帮恁大兄讲要出去做生意啦。嘿，我安尼想想嘛有影啦，还都伫咧讲吼，无要安尼规世人困伫只走卡落地卡呢。有理啦，我拄仔想想也阁应该放回杯啊啦。爸，既然是安尼，你就应该好好休困，让大兄去发到就好啊。是啊，那有法度啦，那有法度啦，哈。啊，你看爸这个神哦，敢有才调休困？无才调啦，哦。你哪会等下你来甲我看哦？我就足欢喜的啊。我安尼哦，就开来十足啊啦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啊。对啦，等下要回去哦，顺便也两件地瓜给恁爸吃。多谢爸。多谢爸。免客气啦，免客气啦。哎，对啦，以前我有看到报纸吼，伫顶恁家的代志，啊，恁爸爸看到敢会影响到伊的心情吗？我爸表面上看起来是真平静啊，啊，不过是一个重名声的人，这件代志对伊来讲打击确实真大。哦，加减拢会啦，啊，是讲即摆报纸吼，拢写咧胡白乱写咧，有影也写，无影也写，啊，八卦安尼顶甲规大堆咧，哎，对啦。恁弟这敢真是有将杨家财产登记伫伊个名诶？爸，我讲迄报纸后写落较含啦，但二姐甲二姐夫本来就是翁仔某啊，啊这边登记有上拢嘛真合理。啊，讲出卖是查某囝财咯，我讲这是有较超过啊。啊，不过最近我二姐夫为了要拼生意，连建豪当日讲的专利权嘛抢抢去，实在够过分。无无，另外啦，你莫去讲这啦，代志过就煞，生意佫接到有嘛吼，莫放在心上啦。对啦对啦，对啦，人若是有实力吼，世界拢是机会啦。建宏有这个能力，我有这个信心啊。啊，爸，多谢你。我接电话一下。喂，我平建宏。哎，是我今日放假咧啊，干嘛要明仔载啊？安尼哦，好啦好啦，安尼无无当挂过吼。好，再见。爸，歹势啊，有去我要找我食饭的。不要紧啊，你去报应，就叫恁一个，身体还顾呢。好在，爸，我明仔来看你。我，啊，家己在家都较顺利啊。啊，你身体顾好。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较顺利啊，嘿。哦，你看这人的头脑嘛是真辛苦呢，吼。啊，放假过来陪客户啊。是啊，
尤其是阮那姐夫的代志以后，更让伊主管定一定就安呢，伊即马压力就大个。哦，啊，想袂到即落专利权的代志对建龙影响遐尼大嘞吼。啊，是讲做生意啦，啊，拢嘛是有起有落啦。啊，做生意吼，啊，有当时啊，碰到一寡安尼较干巧的人，这也无法度啊。啊，是讲也好啦。我建龙哦，安尼教阮一摆啊，后摆伊就会学较巧啦。你家己看卖。哎呦，顶摆恁爸就甲你十叮咛八吩咐，讲恁大家甲恁大姑啊，若要求你要做啥，你都爱做甲，互因欢喜，安尼人才袂甲你徛东徛西。啊，你想到放个记者去写讲什么优良的校长，嫁出一个查某囝出，嫁去天下企业要霸占人的财产。妈，迄是阮大家条件要磨人泥巴的啦。是要磨人什么泥巴啊？爸。顶个记者写讲，俊贤因家人搭来搭去，害俊贤家己出来创业。我大家感觉足无面子的，毋才去遐记者讲，我伫因家做菜，我甲俊贤才无面通去大田油家。啊，你有影股权，你共登记在你的名，恁大家也无冤枉你啊啦。我大家伊去安尼讲哦，就是要甲我后头就拖落，安尼大家才袂去讲油家安怎？嗯。啊，你都明明家己做了唔对，啊，唔知影通我悔改，啊，我咧批评恁大家。嘿，你这做人的心不忍耐，安尼哈？爸，我甲俊贤伫杨家一条红边啊，无法度通徛起啊！我即摆出外口，伊阁唔帮我刷，这个时阵你唔得爱支持我，莫甲伊听阮大家了，袂帮我刷，反倒当真甲我压力。我安怎支持你啊？因杨家是一个后生咧，报纸咧骂因老母，一个是大家咧报纸骂伊的新妇，拢是对你共亲家人的高官引起的。我要用啥物支持你？好嘞，就使有话好我讲啦，你莫安尼气喘喘啦，莫生气，来，坐啦，坐啦，莫生气啦。丽芳，来坐。你的代志哦，无怪恁爸爸遐生气。你敢不知恁爸爸即马一个出门，行无两三脚步，人就来问伊，连关伫咧厝的人嘛敲电话来关心。恁爸爸是安尼见笑到拢唔敢出去，伊都规气哦，气到连电话嘛无爱接。教师节要到啊呢，因学生若是要请伊食饭，你才看恁爸爸敢出去无？你甲恁大家敢袂用好好讲一下哟，莫阁安尼骂来骂去啊，实在是足歹看呢。妈，阮大家伫村办法，阮转去娘家。啊，你甲俊贤敢真是遐故意玩了啦？俊贤就是唔听伊妈的话啊！哎，伊也要求你收款人哦，也要甲阮大家讲一寡好听话，阮大家嘛袂做个遐绝啦。嘿，奇怪呢！你拢讲恁大家听伊个囝婿，无听伊家己个囝。嘿，你敢讲这啥物相信啊？我当甲恁讲，干那一句尔。二姐，你是有啥物委屈？你能讲予阮了解，大家做伙想办法嘛？不是你什么都不讲，害爸跟妈给人在讲尻川牛话。好啊啦，我已经回油家，你干嘛做头疼？即摆跟我爸叫倒来没？来，你妈要念我。我是想要倒脚手啊。你若想要倒脚手，什么都别讲啦。好，我拢点点做会到的。安尼后摆哦，有什么代志别倒来后头厝，该去解决。爸，我。你哦，拢无想看卖。恁两个翁仔某安尼哦，唔知影低温受苦，啊？母子安尼哦，两个人走投无路去。恁为着家己的公司去抢建行的生意，离婚啊，无怨恨你，颠倒来关心你，你无我感谢无大劲，搁再大声咧汪汪了。爸，建行甲离婚的代志，我一定好好甲因解决。你嘛，给我一点仔时间，莫咧见面就骂我，好不？丽芳，甲恁爸讲话，莫遮大声。丽芬，建龙呢？出去啊！你把一笔行李去我姐夫提去，建宏感觉对因公司真歹交代，所以伫咧拒绝新的客户，连今放假嘛无法度好好休困。你要哪甲我说明？甲我怨叹拢无要紧，我今日才甲你讲，我看恁二姐夫真正互逼到走投无路啊！这笔行李，着准则是我甲恁二姐夫欠恁的。
我今仔日回来，我嘛知你一定会搞阮的亲情的代志。这条支票，我恁给干妈补上一下。二姐，你听准讲我讲这，是要跟你小姐钱了。你让我感觉上失望的，就是失去咱姊妹互相的信任，这才是咱姊妹上大的事情，你知影无？我都拢已经跟你讲，我处境足困难，买第一上班的你报你呐，谁奈敢要来质逼我？我若不珍惜咱姊妹的感情，谁奈大姐的代志会出名，敢是李佩珊？是安尼怀疑吼，甲伊认真哩搞做伙，我嘛一定安尼关心你。我若无重视这后头厝，我谁奈要关心阮家？今日伫个公司，阮大哥欺负我，是安怎倒来当个遮？互恁一人问我一句，问我无会同意。讲话毋是大声就赢啦。你讲你的处境困难，啊，你也无讲啊一个真正原因出来啦。啊，你讲你有吼，珍惜这姊妹仔情。拄则干咧看你摕这支票哦，离婚你款态度哦，你有想看卖无？阮的心肝内有甚款的感受？好啊啦，就使离婚，伊家己已经足艰苦啊，你莫阁讲讲遐好无啦？爸妈，建宏，二姐，建宏，因二姐哦，摕一张支票要给你啦，看你要收无？归去来饮好梦，酒杯中影要醉。